他们今天出来有跟部长报告过的，你放心。对，我们是有被我们从头到尾，他们跟长，他们的部分可能是部长之前就答应了，他也一直跟我讲，他答应，但是因为跟高等法院来的公文是有点误差，是落差在那个高等法院的公文。那看来是交给你，我发给出去。先离开了。好了。OK。太神了，不要离。好。天哪。这就是希望下圆满了，下去正面了。圆满，圆满，圆满。最希望就是圆满了，真的是圆满了。哎，其实我们大家一起加油。好。干。谢谢。他怎么了？我先离开。好，我们其实比较没有问题了。对呀，我不晓得是不能打到你打一百多只，你的个体哦。不过我想顶多两个体，要不关键我们这边应该比较没有问题了吧？现在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事情？我怕你们有事情，还是要硬回去。哦，对，要硬回去。等一下好了，还是要硬回去。很难 copy 的。现在金金，因为那边你听下面那个金金树的保护的。我就是那个。我们国防部这边这样是都授权没有。现在法务部、国防部都没问题了，就是他那边，对他可能要请示。所以上次也是看你这个定的，如果看把这张纸，你说你安的呀？那他多少钱？你出掉？市长啊，代表法务部的。啊，金金树这边的，伊出掉也无来，出掉也无来，所以因是来去。委员感谢你。对对对。因为啥呢？很可怜，较过啊。我是对啊，比。上次在许志杰委员的那个哈，我有跌，啊，你有跌，啊，嘛是因来，一来嘛是讲啊，以前没有召开类似这样的协议，没有他们，其实他们应该说承接对象都是国防部而已，没有针对内政部或者是没有，有，是这样有，协调会有开的，有开的，他只是说，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很圆满了。虽然我们有一些言语上，但是我觉得真是对事不对，对，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具体。真的很具体，像我想，我们季风上校哈，这么多场下来，虽然我觉得今天效果最好。钟先生从开到现在，我们也都一直对啊，我们对一直在沟通，沟通。只是我是说，哎，有一个部分，好像就差了临门一脚。没有关系，我觉得我们本来大家都其实拜阮发展，阮在今日五会讲阮要签啥，他们签什么协议，我在艺术，拢无，阮拢无，才刚刚交代的清楚。哎，阮拢无。你在爱艺术。大哥，打没有，因为蔡妈她体能一直在下降，我们本来就想说，只是赶快她把成绩书给我们，我们这次回复中间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共识，就跟今天像你一样 ，OK 啊。但是国防部的立场啊，但你不能够说内政部跟法部我们也不，因为我们也没办法代表他们。我当时在会场还是学长，我们在协调，请保元就到时候传真给我们的。还是要先看，再有就跟长官看一下。哦，太重视了，直接了，然后比较直接。长官最部分没有，学长到后来又提供枪支，没有，你说你那我们要那时候的直接抽烟吗？还好吧。对。在这边的，没事没事，没有，今天是我今天下午就是，我今天下午就是。那个黄衣服，黄衣服有可能直接去保元就是。刚刚好，没有我了解，就是说，我了解刚好就是我们对，他们会讲，会一个共识，对，我关系今天体重经常来问。妈的，身体状况你要劝他。我们讲没有立场。我是不动的，我那天还拜托那些年轻人的学生啊，那天晚上在帮他儿子穿新鞋，他们都一直把我们讲完。最后多单位会应该不会那么压力那么沉重吧？保护主席然后都送过来。你要劝一下蔡妈，因为我们讲哈没有立场。因为我一点劝他没有用，我叫你来劝，听到没有？我骗你，我骗你，你说话拜一拜你，我等你打个昨天我没给，昨天你还给扛，我买单呀，我消停对吧？其实你觉得，我得随便扛，我得在扣着你工资。我们会单呀，我们会喜欢给他，我们可以不做。我们就说为什么，我们不做，我们会写个理由。我们这是我们像上次那个，没有，我现在是其实是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讨论到现在，我们也可以回味他们做的。我觉得讲难听点啊，就是说能力上，我们今天能力，我们吃不下五碗饭，我们只能吃三碗饭，我们还是只能吃。我那个记者，我不觉得。
们最后呢，其实我们在私交，因为就只是说我们有法务部有的一万个其实在，有一个只是法院要求哪个单位涉及，就做这个动作而已。那后续的部分呢，怎么去分析，怎么去写报告，我们也是由法院的指挥。那法院如果是指挥这个法务部的话，那其实跟行政有些只是谁来。如果说我假设，如果说今天法院要求我来涉及，那我就涉及，我只是做这个动作而已，做这个动作而已。要不然就签个名说是依法院指挥事情办。对。因为他们直接把你这样子，那我知道，跟前你们沟通一下好了。法官，你们手一摊。